水清来，再给地府，准备直接点吧。对，啊，金刚啊，推给宝宝，那么点杀是不可能不成功的，只要出手必成功啊！只要小死亡命中，来命中了，命中对面物理系，有对面没有高速宠在啊，所以说一千一开刀，第二刀直接贴了，这个血量有点惨了已经。环城房里面有善恶的存在，所以说点杀基本上必成，不太可能会点杀不成功这种情况。四只金刚善恶在的话，请宝宝也不用出手。哇塞，这善恶对面法系血倒是挺多的啊，打了4488血还有那么多。好，该清善恶了。我们就上一次看到这个队伍的话，好像对战方并没有清掉，主战方这边善恶都清不掉，还好清掉，对吧？还好清掉。啊，直接盖罗，那么女儿一速盖罗前期点死的话，也只能起到个压制作用，防止女拔木轻易三叠再封特技，而且是命中，不让对面女拔木用轻易三叠来清主战方这边的一个善恶。还好对战方这个时候宝宝还算比较全啊，啊，凝视女儿拿速度。破了一下招架，怕主战方这边宝宝质量太好，对吧？善恶有招架的话，先破一下。我们肯定是要清这个三号虫准备。哇，这善恶！感谢城南少年六温基兄弟送的一把吃水枪，感谢啊！恶爆 ，OK， 清掉。你们要开互动吗？还是怎么说？中了奖就刷圣子，嗯，好，小李，对战方肯定先叠人心的啊，和尚并没有去走一个特技，亡两追魂也是打上了，给对面大王增加一定程度的增加伤害。那么因为159啊是没有牛的，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一个单换单蛇的一个情况。除非这个蛇清不掉的情况，到最后换成一个双蛇。那么主战方这边其实也有去清对面善恶啊，只不过这时候清的不是特别顺利，两边都是没有选择去清蛇的。那么对战方呢也是在清善恶，都在宝宝上较劲。第五回合了，马上对战方因为第一回合招的蛇啊，第七回合的时候可以继续招了。互动没人那个。哟，修罗这皇马回来了，修罗。哼。皇马回来了，这么可喜可贺的事情不值得双人办卡吗？修罗，哼，对吧？皇马回来了，这么可喜可贺的事情不应该来让办卡庆祝一下吗？对不对？175是4:45，4:45，159先打完，对，欢迎吃颗糖壮壮胆老板。啊，平砍当起来也是先叠漫天，因为特质被控啊，只能先叠的漫天。配合去清蛇的，蛇须得清了，因为两边马上都双招了，对吧？力劈，力劈壁垒。对面的硬件其实也是不错，对面哪个区啊？啊，这是咱们68队伍，我倒是不是也不是特别熟啊。对面哪个区啊？观战方这边我知道，小梅沙拿过冠军的。要欢迎159的这个紫菜拌饭老板，89159的这个紫菜老板，好像苏黎春晓没打吧？哦，对面是台州湾是吗？哦，台州湾还可以啊，硬件不错的，对吧？力劈壁垒、善恶什么都有。小梅沙大堂是挺厉害的啊，这个是小梅沙大堂整体的硬件跟苏黎的三物啊。可能差距也不是很大，175谁打谁？紫禁城打明秀园加西栅，珍宝阁打钓鱼岛，姑苏城打那个吧，姑苏城好像打那个
拿那个来的，拿那个。徐福是打那个世界之窗加牡丹亭，哦，孤城打那个普罗山，啊，普罗山，凌晨4:45，今天还早，冰宝神了啊。那么主战方这边，善恶也是开场一波虫都没有怎么神，那这样一来的话，观战这边前期的节奏是断掉的，对战方倒还好，下回可以招蛇了，换成一个双爪。那么现在主战方那边补的虫呢，第二波虫的话，大概率都是选择力皮壁垒的居多了，因为你蛇不可能不清，对吧？波哥打了，波哥打普陀山。普陀山加生日快乐，哎，好像是吧。金戈铁马不打，金戈铁马打谁？那么对战方这回可以双蛇了啊。主战方这边暂时来说的话，女儿村速度是有了，水清给了法系，确保能招蛇 ，OK。那么主战这边也是看到对战方宝宝成型啊，蛇也成型的情况的话，只能选择拉宠了。主战方这边大唐应该出了神马，速度比对面大唐快了，好像是。对，果然啊，出了神马比对面大唐快了。观战方这边大唐是有6匹神马还是几匹神马的一个大唐，一个159的一个物理系，很难得。豹子值得拍神马的，相对资源比较少，不像童子。所以豹子的翻叶宠啊，在一定程度上面价格是高过于童子的，主要是物以稀为贵，豹子相对来说合的人比较少，所以说这天赋技能是一样的，都是两个了，所以豹子这个其实比童子在一定程度上值钱。紫禁城再输会被淘汰吗？不会被淘汰的，小组赛决定对阵。其实排名积分越厚的话，对阵可能越那个。那招了6个月灵，法系神器的情况下，感谢这个瓦卡利马斯嘎送的一张半卡，感谢。4:45，天元是4:45，天启的话现在打流云，给到主战方大唐，还是要拿物理医术啊，因为对战方大唐占了18%的一个速度位置，主战方这边没占速度位置，这两大唐的速度差距还是有点大的。那当然从属性方面的话，他选择了鸟阵的话，速度可能调的不会特别的快啊。马上波联想波子精神啊，平砍再清他啊，力劈青蛇，那么摄魂去青蛇，爆去清理的双烧，那么力劈壁垒成型的情况下面，这条蛇肯定是保不住的，虽然有护盾。好，清掉这波第二波宠的话，基本上都是力劈壁垒。接资源不接资源，我 PK 现在好吧。获得了30000经验，30000经验，什么鬼？那么蛇清掉一条之后，相对来说节奏还好一点。那么双方暂时来说呢，9回合呢都没有发动点杀的，主战方那边点了一把，点了对面物理系，但前期的点杀其实压制能力也不是特别大，对战方没有什么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场 PK 主战方这边女儿村速度是没有拿到的，所以说他要点死人的话还不一定能延，因为对面女儿可以打针来延长。龙阵虽然被小克，但点上伤害还是能保证。少了和尚，对面两个单位被封印，这回和点杀的环境不是特别好，封大堂没有中，防顶，他也是防顶对吧？金刚甩上。看怎么说，要点吧，抓了一把啊，2447，那物理速度就要进啊，没有点，光辉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点杀，因为你换魔的节奏太长，法系可以有时间招鸟什么的会好一点啊，平砍点半天出了，清大狼宝宝，顺利清飞啊。那么主战方那边宝宝的确是不怎么神啊，前期被清了一波多宠了，到现在还没神过，叠着啊，神了。硬件方面，这两个队伍的话，应该观战方这边的硬件要比对面些许好一点。对战方上一场的话，天启的第一场比赛我也看了，观战这边打得非常凶，一波善恶居然打到对战方一只宠都没清掉，对吧？
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观战来说也不太好点啊。对，女儿虽然血量基本上是满的，因为其实女拔国标的话血量很好计算的啊。疯女儿大唐有盾是吧，主人啊，舍身宝舍一万一千血，三只力劈的话不太好清舍，渡劫防点，但对战方还是在往物理速度在较劲，因为对战方风系一速是拿了，那么物理一速再拿的话它的优势就比较大了啊。阵法还有小克，那么鸟阵唯一的一个不足 地方就是哪里，就是点杀伤害不一定够，下杀伏兵好像没打啊，快没切入战斗刚刚看了一下啊，全秒终于省了一只，还行，也招蛇了，幺九没有牛啊，只能招蛇或者和鸟。对，这什么比赛，这是工会赛，工会赛的天启第二场小组赛排位赛吧，可以说积分排位赛。好，顶满大堂，下回合对面大堂如果没有盾的话倒是可以点的啊，这方泽别舔啊，那个兄弟下回没盾了啊，这回合主战方这边可以考虑着去点一下。那么女儿村这个点的话可能还会有愤怒，可能有特技，可以考虑去点一下，因为对面大堂没盾了，观战大堂又有渡劫，所以说有渡劫的情况下对面来点杀观战的可能性其实很小的。那么大堂前期不被压制的话是可以优先发动点杀的，而且相对来说辅助的速度都比较慢，这把点杀的化身最好就笑一下对面法系，法系可能也不够，上交刚交过前一三点应该也不够，应该也不够，等一下看紫禁城啊，看紫禁城。紫禁城那场比较有花招，鱼刀打珍宝哥有点难，不好打。啊，还原伞先立盾，风法系点吧，这是一个机会啊！金刚给再给宝宝一个加持。效力法系光辉啊，还是没有点。对战方会不会有一些 防守的一个动作？主战方这边的一个物理系速度还是比对面快啊，抓了几把了，这个物理系快出一阵风啊！啊，龙阵大堂比鸟阵大堂快。啊，平砍漫天啊，配合青石。那么对战方不点的，其实有它的原因的啊。这宝宝再次存用，对战方不点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对战方考虑到我鸟阵啊，点杀伤害可能不一定够，那么先叠漫天再点杀也是 OK 的啊。主战方这边龙三的法系群秒的数据也是非常恐怖啊，对面女儿有纸人都秒了接近3000、啊，这个伤害主视角这边点杀是不可能出现伤害不足的一个情况，那么反而对战方点杀呢，那绝对会出现一个伤害不足的情况，善恶再把蛇清掉啊。等会儿看紫禁城啊，不看鱼岛好吧，等会儿咱们要看紫禁城兄弟们啊。二狗子对吧，咱们一会儿要看二狗子，紫禁城输了今天还有机会吗？有啊，你是个 M 冲哥，我不理你，你老是对吧，这那的整天发再刷刷弹幕干什么，不理你们就是不想回你对吧，你还不知趣吗，真的是。4:45开始，4:45工位赛现在赛制改了，以前是双败制的，工位赛以前是双败制的对吧，现在工会赛不是双败制，现在工会赛是积分制的，小组赛都是积分制的一个比赛。啊，野兽啊，那么力劈在青蛇，手金刚力劈在的话，青蛇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啊。3000，我觉得这个 PK 怨灵是拉的有点短，4:45开始天元啊。哎，又神了啊！
七回合招蛇的，十四回合可以招，哦，十三回合吧。第一回合招的话，第七回合可以招，过六回合，对不对？七回合招的话，加六十三回合，周伯又可以招蛇。你赶紧刷，对你这。那嘴，连整天嘴上功夫谁不会，对不对？啊，继续刷，物理速度没有，属实是有点恶心啊。主战方这边，小死亡来了啊，对战方进行一波点杀，啊，观战进行一波点杀，啊，是比较去点，先点对面的，因为伤害够嘛，对吧？你看这伤害，对不对？2900开刀，第二刀扫到了4200，第三刀破空啊，扫到了5100，第四刀继续贴啊，对面还要血量比较好。贴是贴掉了啊，几个纸人这个血量不够啊，法系也没有金，选择了招蛇主战奥运法系，随便出手啊，无相诛戮 OK。那么其实主战方这边要进行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推进的话，这速度推进的速度应该会要加快的话，必须得点女儿，点女儿才能加快的推进的速度。点死大唐这个 PK 是没有办法结束的。因为对面四只宝宝也是成型双蛇在，根本没有办法去直接推掉对面。冲哥刷了，什么时候刷了？没有啊，扯淡的他，天哪，刷火箭这呢？还刷火箭，刷个毛线？下次接资源好吗？下次接资源，现在接不了啊。啊，黄泉去抓速度。那么现在主战方这边唯一的一个点就是青蛇，我配合宝宝青蛇就完事了。那幻魔上面我占据了一个很大的劣势啊，三叠青好像不够伤害。鸟阵女拔虚弱，天元4.45。好，力劈有贴。对战方宝蛇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啊。感谢蔡小燕的初恋男友送的10个锦囊的，但是还是清掉这条蛇已经神过了。我们对战方可以和鸟来过渡了，因为刚刚招的蛇其实13回合招的蛇14回合飞了，那么可以和鸟来过渡了。好，力劈没问题。我们真过了之后嘛，主战方这边地府也是没有办法去延长了。我们继续青蛇吧，对吧？梅花招继续青蛇，地府顶射魂青都没问题。摄魂 CD 应该是好了，差不多的。175，4:45，还有4:45嘛，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这159的打完了才是175。对战方这个虽然速度很快，但是我感觉对战方好像的抗性不是特别好，这个特别这个女儿村啥。啊，对面也是甩了金刚给力劈啊，缠猪推暴击了，推了4000多血，一点零元推4000多血的话，这个是药品备御的一个暴击情况。好，和鸟了，果然先和鸟来过渡了，对吧？啊，其实不用清对面宠，观战方这边就清他蛇，对，是点人清蛇，点人清蛇就可以。啊，这波宝宝他留着。你这样的话蛇又清不掉，如果你大王破血清蛇的话应该蛇掉了。这把自动继续也得出宠啊，什么都得出宠，三号宝宝的话也没动，蛇也没清掉。因为他如果对面幻魔节奏好的话，对战方也是不虚拟的。女麻木的这个队伍本来就有个心理作用，你知道吗？只要你双蛇在，你感觉死两个人都没事儿，对吧？蛇在人在，双招在的话，真的死人其实不是很重要。啊，那么观战要点崩对面的话，两个点啊，一个女儿村这个点，一个是化身这个点，这两个点一旦被你突破进去的话，那这个 PK， 主战方这边就很容易把这个 PK 给结束掉了，因为这个时候灵元也都在，对吧？灵元也都在。啊，封印和尚。命中，有花，破甲女儿，直接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无魂傀儡给法器，
开封，地府怎么说？没有动啊，地府，这地府干嘛？出虫了，没顶，还是平感青蛇了，出了一个护盾，问题不大，一丝血锁住了，化身被封的话就是不让宝蛇，但是撩蛇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出漫天的话，你哟，你这个蛇是神的有点厉害的啊，每条都要神一次，哼，的确主战这边也很头痛，对吧？每条都神一次搞什么？那么就轻不飞了，对吧？大唐也是起来了。好，起来直接平砍掉主战方这边物理宝宝啊。那么对战方呢，也是专清主战方这边物理虫啊，专清物理虫，把物理虫一清，主战方这边大唐的进攻节奏就不会特别好，被招住。化身四周围和对面不知道出的是不是千速蛇卵，除了千速蛇卵的话可以直接开化身就活血大唐，这回合其实点也可以啊，对吧，点也可以，点上的话这回合你点大唐可能会被防，点女拔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三飘飘地府罗汉啊，缠珠先回，那么看起来不是千速蛇卵，人灵大惊，我们渡劫了大唐，对吧？防了一把大唐的点杀，对面还是选择了平砍回春，顶了一个蛇可以招，对吧？点大唐他可能会保，点法系呢相对比较好，被难防守一点，但点法系收益也很大，因为观战方这边是没有召唤物的，点法系收益也挺大的。你别看这没召唤物啊，啊，再青蛇，对战方对宝蛇还是做的比较极致的，疯狂宝蛇，大唐选择了出虫，关键女妖没罗汉，罗汉过了，主战没有愤怒是吧？金刚也没有，大唐还有这个 debuff 在。这回合其实主视角这边的话还是可以选择巨青蛇超出大唐立个塔也行啊。那么对战嘛，这回合大唐的上限基本上回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但是就怕伤害不够，大唐刚死过，三飘命中两个单位啊，活血直接满了啊，观战也活，观战化身人心没点了啊，因为前期只有观战去进攻对面，对战方并没有发动进攻的，主战方面人物没死过，大唐这个金风叠的也差不多了，主战方这边小小陈老板金风十二层啊，对面的金风刚刚起来啊，三层金风也和鸟也换成一个双招，对吧？你有双招我必须也得有啊，这个宝没跟，选择平砍一下月灵，看蛇能清掉，清蛇的话最好一回合把它直接清掉，要不然容易被保，一般也都会保，因为这个蛇的一个牵制能力是非常强，有蛇在啊，对战方对于对面的一个牵制是比较强比较大。哦，比这里皮怎么皮六千多只狂妄，这里皮那么清掉对面大蛇，大蛇对面右边这蛇已经神过了，这回合又可以招了，十三回合招蛇的情况下十九回合招蛇加六，对吧？对战方得进攻啊，这个时候马上再进攻的话就是一把三连延长，只要点杀成功，但凡点杀只要成功法系给技都不亏，对吧？点死人就是三连延长，我二十四回合之后还能获得灵元啊，先锋女儿没有中，碎玉控地府，那应该问题不大，对吧？命中，啊，活血有宝，那么但人心比较少，顶着摄魂巨青，
啊，把蛇换掉。你的摄魂就清的话差不多啊，对面宝宝是成型的，对吧？顶油顶血，立皮看看数据，有金刚，顶4400，恶豹5000，出虎盾还差两只伤害，应该是一只不够。啊，对，一只不够，两只伤害正好。也没神。主战方这边换魔的节奏的确是不是特别好，对面换魔的节奏倒是主持还可以，因为飞了直接招，飞了可以直接招出来，飞了直接招出来，对吧？还行。那么对战方观战这边换魔节奏是比较差，三月灵大概继续合鸟了。欢迎 Forever KB 啊，我们两边磨蹭了20来回合都没怎么开始点的，对战方怕伤害不够啊，他是真的太怕伤害不够了，3层的金风，而且对女儿好水啊，风人老是不冲，人看地府，人看地府都没罪必点，对吧？小死点了点法系啊，黄泉之气抓了一把物理速度，对面顶回来回速，有回来回速在破血星虫4500青山恶啊，神了，对面点看看数据，1000一开刀，果然伤害不是特别高，鸟阵加成比较少，2000，但这把法系只要出手的话基本上就死了。嗜血之息163吗？163出来了，宝宝应该跟的啊，不至于会这么贪。好，蛇卵招出来，避雷98啊，50多的，我操没点死，善爆了，还有一只163，可以砸啊，可以砸，因为挂中是5回合的可以砸，但是砸了之后主战方这边是没有办法，对面是没有办法延长了，砸是可以砸，但砸也怕出163啊，要砸整，出了一只善宝，那个善宝如果恶爆了的话就死了，可能会死吧，这163疯狂刷新了会。钱是有的，对面女儿这163恶心啊，你怕砸出163来这神了怎么办，对吗？好用163这东西是真的好用，砸了啊，硬砸真了，对吧？他会真你地府，对，可以被你砸死，但是不能被你延，你这时候延长太恐怖了，三连延啊，地府也是没有延，也知道观战女儿会打针，啊，巨星蛇漫天野出，这大豪伤害是非常非常高了啊！不可能再神吧？不可能吧？啊，对面力逼青鸟。德宝饿，我饿啊！兄弟，我是太饿了，你怎么也饿了？怎么回事啊？我操！这过分了啊！3条蛇绿连绿3次，啊，3条蛇连绿3次，有点舒服，对吧？铁夫饿，蔡徐坤说蔡徐坤不饿的，蔡徐坤他妈明星有钱啊，3飘啊，命中地府比较赚，风大行防点，金刚甩，这边也是甩，你不甩金刚的话力皮没有金刚说不定清不掉蛇，配合大唐剧情19的蛇好像没威力啊，咬一口人家1000多啊，是这19的蛇没有威力还是怎么说，3600啊，对面狂宝蛇的确他这个时候除了给蛇吃大金之外别的单位也吃不了什么大金，只能给蛇吃，
要不然这大金浪费了。怎么看有人？我吃老板钱，对，吃回扣了。上次老板买了个装备，十几万吧，赚了112块钱。怎么就赚了？赚了112，怎么就赚了？可以投诉了哈，没事了。哼，十几万赚112块钱，这搞顿宵夜没问题吧？好，速度圈了啊。那么主视角这边速度还是要你拿的。都不拿不行，天元4.45分，4.45分。好，破血清。那么主战方这边当然起了塔之后，轻宠节奏还是可以的。对面女拔木是中魂了，没有把蛇卵招出来。那么对战方招蛇的节奏是停下来了，本来是19回合可以招，那么拉蛇卵的话，19+6，25回合啊，可以继续招了。中了雾魂的话也差不多啊，对面下回合出，下下回合招。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这样去出的话，对面点杀节奏又断了。其实紫禁城打明秀元加西栅老街，紫禁城啊今天打明秀元再加西栅老街。包翘的吧，狗子不好说吧，上场输了，这场输的可能性不大吧？把天，场场输吗？场输吗？总有赢的时候吧。这个 PK 现在主视角这边也尝试着点点女儿吧，我觉得。那4回合了，对吧？可以尝试着点点女儿村，蛇也招出来了，和尚可以活血，但对面女儿有花。对面女儿有花，但是他有速度，要注意一下。紫禁城打得过明秀吗？你一会儿看吧，好吧，一会儿4:45你们看吧。相思寒针给地府打针，防止烟，防止小死。新清诀来了，要点了啊！其他活血这把应该是点啥？金青啊，应该点啥？小死没有中，打针不怎么挂得中，对面没有高速总在，所以点大行也没问题，正当立顿。1600多开刀啊，1900，第三刀有贴啊，1000，有纸人的话扛的伤害还是比较多的。法系怎么说？秋哥跟曲斧没什么大的问题吧？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有些可能有些误会。根本曲斧有龙宫了，这样根本对吧？他只是主要是更新了装备，如果本身加盟曲斧对吧，不用更新装备之类，可他其实觉得主要是更新了装备，花了一点钱更新了装备，然后没上场的问题。这他们内部的为什么没上场或者怎么样，他们自己肯定有说法嘛，对吧？为什么没上或者怎么样，或者上龙宫了为什么不上，这种问题可能有些对吧，有些冲突，有些误会。那本来他就剑斩了，点法系又是163，前一三叠，三叠是比较防163的。感谢小阿浪啊送的半卡支持，感谢啊，感谢。那法系还是被斩死了，但是地府被封啊，小组长没有挂。那个3.0元把对面消耗掉的话也是可以的。哼，吃个100块钱一样。100块钱，老板知道的呀，对吗？吃个无所谓的呀，你帮老板谈谈装备也好，或者买东西也好，对吧？本来这个装备，比如说啊，你不谈的话，老板是直接秒的，你知道吧？嗯，秋总买东西都是这样的，秋总买东西一般都是长宝看到直接秒的，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
不差那个一两万块钱两三万块钱，他买齐云楼那个灵石的时候，齐云楼有一个灵石，以前云无忧的灵石，地府的灵石，十一段的一个灵石，那个灵石当时云无忧是挂了多少钱来的忘记了啊，被商人买了，商人转手加了五万块钱挂上去了，然后秋哥直接秒了。我说我也帮他打听了，我说这个灵石是被商人秒走了，对吧？我说你现在秒的话，他说，我说比那个就是被双人赚五万块钱了倒手啊，他说没事算了，不差五万，然后就秒了。你能找到商人秒的话没办法谈，对吧？没办法，你找到人的话谈一下能帮老板省不少钱，对吧？省个两万三万，三万两三万块钱还是可以省的。那谁家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能谈还是谈一谈的好。那你帮老板省了一两万块钱，对吧？两三万块钱老板要给个一百两百三百五百都没问题吧，这哼。应该没有那种老板吧，让你去谈装备，对不对？让你去谈装备，然后帮你谈了一晚上，装备谈成了，省了三万块钱，对吧？然后你跟老板要了五百块钱红包，老板说你这狗逼他妈的帮我谈一晚上还要我五百块钱红包，哼，应该没有吧，哼，对吧？何况也没要五百，也一百一十啊！欢迎六八威武兄弟啊！好，风特技啊，不让对面女儿出手。啊，化身再走金星啊！那么血量状态的话是回上来，法师状态没回上来，去抓物理速度。物理速度他比较，物理速度比较那个。点女儿了，这把点女儿异常关键，这把点死女儿，对战方可能要翘。大蛇助攻，大行对面有速度，但对面没点。对面女儿特技被封，第一刀贴，第二刀贴，第三刀贴不住了，四千直接空切。我们对面女儿一旦死了之后啊，对面女儿一旦死了之后啊，对战方就有点着急了。这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女儿春岛记得他想办法要点杀了，想办法点杀，有可能也点女儿，有可能也点女儿。你全民哪个睡区晚上挑战一下你，晚上我不播全民啊，我按别的啊，晚上播金会上哪边是苏弟，没有苏弟啊，观战方这边是天启紫禁城小梅沙，对吧？天启第二硬件小梅沙，对战方是台州湾，台州湾是差不多什么水平在天气里面，等于幺七五的谁啊？台州湾还可以，感觉硬劲还行啊，真地府了啊！逆境，喂了一个，俩，不够啊！你这咋喂啊？没有配速啊，出不了逆境啊，法系出不了逆境蛇，杀。不够啊！哎呦，有四对对对，女儿有，啊，女儿有，女儿有个风，够了，女儿那个风在，女儿那个风特技在，够了，没看到女儿那个风特技，风特技是够了。那么逆掉了还行啊，逆掉了很赚啊，很舒服，这回打得特别好啊。逆掉了之后，消耗了主战方那边地府三点零元，三点零元一消耗的话非常舒服啊。那主战方这边如果使个坏，这回合选择不研就好了，对吧？啊？我下回合言看你怎么说，对吧？晕了吧，对不对？下回合言啊，因为你点死本身无所谓的，因为对面女儿倒地嘛，我是三回收延长也可以的，那么化身给让把唧唧歪歪走延长就酷了，没有这么去看，延掉了，那么零元浪费了啊，零元浪费，零元浪费了是真推不掉对面，说实话，不好推啊。天元四点四十五分啊，兄弟们啊，天元是四点四十五分开始打到六点十五分，六点半开始是神威啊，六点半是神威，然后八点十五分是天科，好吧，天科。那么这今天的赛程也是跟大家都说了，今天公会赛，对吧？明天的话没有什么花招，明天还没什么比赛。后天的话华山了，对吧？礼拜六群雄逐鹿啊，全天的一个群雄逐鹿的一个复赛。
这一年这次群雄的话，紫禁城要是上，紫禁城要是进决赛的话，邱总的话就可以上。有位置啊，还有位置。阿金，我能给你刷圣旨吗？下次嘛，好吧，你不会刷的，你别来调侃主播了，主播不会信你们的哈，主播很聪明，对不对？知道你们这些人啊，整天就是白嫖，对吧？所以也没跟你怎么要礼物，偶尔过过任务跟你们要个礼物啥的也就算了，是不是？感谢六八威武兄弟的办卡支持，感谢小阿秋的这个冲压支持啊。紫水晶可以刷，紫水晶不贵，可以承受500块钱啊，1块钱、2块钱办卡啥的可以刷，不贵，大家都可以承受，对吧？甚至一下5000块钱那都贵。感谢威武哥再次两个紫水晶支持，感谢感谢大家冲压。今天紫禁城打明秀元加西夏，二狗一个人对单挑风狼加东方，好，深了一把。给对面地府还是防点，因为这个时候只是速度方面的话，对战方已经拿到了，所以他得去防防点，摄魂青蛇，因为双蛇成型啊，必须清理蛇了哦，不能跟你哈弄啊！对面顶大金给蛇青蛇了，平砍2900，没有触发满天，只有三只宝宝的话不一定清得掉啊，玄秒跟蛇2700。蛇的法防要比他的物防要高很多，其实我觉得。你看酸枪方这边龙三的法系秒出去减制，刷个圣旨再白嫖10年，划不划算？划算是挺划算的，就怕主播短命啊！看不住的主播都说主播短命啊！别他妈圣旨刷完了，对吧？别没白嫖10年没白嫖掉啊！再播给你2年，说不定翘了，你这不是亏了？哼！是不是兄弟能理解吗？啊，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刷，好吧？控制控制一下。豆腮果不能乱吃，要中毒的，对不对？豆腮果不能乱吃，要中毒的啊！哼。看一下这回合，那么其实现在来说，对战方经过这么一波消耗主战方那边地府的灵元之后啊，对战方压力其实小很多了。大特技他罗汉得去盖啊，法系那怨灵拉出来群秒伤害太高了，你这罗汉不盖你是有点不太 hold 得住的啊。活血6700啊，再抓速度，物理速度是太重要了。可以活6万年，中毒就中毒，那不行。好，现斩对面女妖村，小死亡没有给中是吧？打完补野兽了，你们连打到现在连野兽都没补，你这个呆瓜！群秒应该能没有2000多啊，2500，神马是神用，力皮跟了吗？没有跟，青蛇了，还没点死，对面女妖有速度可以走一把金星或者罗汉，而且有纸人。主战方这边换的可能性其实也不特别大，没有小死亡，没必要去换。所以这回合特技让对面接出来，主治疗兵还是比较伤的，因为女妖村应该是有的。持续输出，通宵是不？今天不通宵啊？今天不通宵啊，兄弟们，今天不通宵，明天到时候再说吧。今天解说公会赛，下午就开直播了，播通宵你不是让我死，对吧？没必要啊。阿金，我充好了，刷不刷？刷什么？175，45分啊，4:45，好吧，4:45啊，啊，直接大招控地府，没有选择去，我操，大招控地府没中，这贝斯鬼对面控和尚也是大招，肉。啊，大金顶长神，人开小死果然点了，
没了，大王肯定没了，第一刀又贴你空切了呀。换张大王速度，他整天哈弄，哎，对面有物理速度，你有速度的话，你直接点大堂啊，狂点关张大堂。你现在化身残血又被封，对吧？女儿村上把可能金青不够吧，他要是够的话，他肯定清啊。他凭啥直接封地府嘛？而且主要是大招没中，大招没中真的恶心，没速度了是吧？但关正一直在抓，主要是主战方那边物理是有神马，你现在和尚，对，你现在和尚被封残血，关正法系群秒的伤害如此之高，那和尚一定是没有法防的，有法防是肯定不可能秒那么多的，对吧？45分，小唐哥，45分，4:45，还有几十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吧。好，水清和尚先保自己再说。女儿村有盾还行啊，先舍身自己看多少血吧。12000，那和尚也就哦没升满，17000，接近有17000。啊，笑了和尚，我知道你这波的水城是提前小的，辅助速度其实对阵还是拿到了。毕竟鸟城，这样一来，主战方这边马上要双蛇了，蛇一保，对战方力劈阵已被破，大唐倒地，对吧？不过对面女儿村倒是没有打针，观战方这边地府呢也没严，这乌龟对不对？这回合是要打一下了哦，你再不打针要挨严了啊！主战马上双蛇，你大行起不来的话，你蛇清不掉，你就说三力劈，这个力劈阵啊清不掉蛇。这个baby 是全民里面，全民里面三只力劈说不定能清阴蛇，这蛇都是有护盾的，不跟你嘻嘻哈哈，对吧？159珍宝阁是苏黎春神啊，观战方这边是159紫禁城小梅沙，啊，封地府。封地府可以起到一个防抓的一个作用，还是不错的，可以说封一回合可以。对面是台州湾，台州湾好，漫天地吧，这大行炸了，这大行有点炸，很恐怖，三层漫天好像是清风叠满龙阵，15%速度加成，也是一个16+11的好。武器是150也不够，专用武器吧，应该是。和尚都是150的刀，你看到没有？夜火三斋，对吧？我说对面这蛇是属实有点能神的啊啊，感觉。啊，大王起了，吸收，要点和尚，偷和尚了，对面，啊，观战，1079，那么他们那些大王装备来说的话，跟以前的陈武迪还是有点差距的，以前陈武迪的硬件是真的好，那大王是真的猛，1100的武器。真跑了什么意思？好，打针地府，我佛拿，我佛拿摄魂顶蛇开掉，人开法系招蛇，我们主阵对面也是要招了，
对面也抄，主战方这边也要抄，两边都要抄。小小城是哪个一五九？是小梅杀，小梅杀，双蛇双双蛇。啊、对战方这时候顶摄魂来清了，没办法，清不掉啊，你必须顶摄魂来清。我佛拉可以让大王出一只手，住在前面，住在后面的话可能会被他这个宝宝顶大金什么的扛住。四千、啊，再跟一只，没神，再飞了。不过主视角这边状态这么好，对吧？这宝宝也有金刚劈蛇的话，六千多一批，你 hold 得住吗？你也 hold 不住。这两边物理速度就比较较劲，物理速度这优势就比较大，没有物理速度就地底。现在 PK 啊，国标对决物理速度真的是太重要。又说话了吗？啊，终于开始点了对面，对战方可以说是全场的第一把点上，但是被渡劫渡住了。奇塔琴音三点，神佑小鸟没有助攻，没有给大王顶血，对战方还有几只一批，还不知道有没有壁垒，有壁垒跟过来还有希望。壁垒一只，壁垒两只，还有一只吗？壁垒三只，小月灵还有吗？没有，砸钱能死，砸钱能死。哦，不一定，有护盾，换虚能死，换虚能死，但不能延。观战女要铁针，啊，换虚能死，这神马没用了，换虚吧，换掉吧，冲！不冲怎么有机会？冲起，冲起，兄弟，冲起！想啥呢？渡劫打掉了，已经渡劫，渡劫打掉了。琴音三叠的时候已经把渡劫打掉了。不劫不打掉，没办法冲。渡劫必须得打掉，对吧？很重要。啊，虚了，1300，虚迷定死，虚迷铁死。没得追，来韩城打给了对面的一个小虎，还是不让爷，那因为这也是意识到了你可能要去换虚迷，就生怕哦罗汉接上啊，稳住。啊，小死亡反点无相诛戮，但是对战方有罗汉。3600啊！主战方这边虽然纵有金刚宝宝，但是对战方大王的这个血管的话，看出来也是基本上是点不死。而且小鼠王其实也没中，壁垒跟了一下，女儿打针，和尚换须弥亮波，可以。但你是说是这种东西说的就赌操作嘛？那赌操作，那你万一他女儿能领大金，你就和尚换须弥就直接温了。175的4:45啊，不跟你们说了啊，175的比赛是4:45啊，4:45175啊。来再看一下啊，现在主战方这边大唐被点了，但是不能延还不错啊，活血大唐。好，野蝶罗汉。罗汉能叠起来就是可以的，这时候两边不管谁，只要罗汉叠住，啊，罗汉能接住，啊，那么问题是不是很大的？对面双招，对吧？这个罗汉的收益是比较大的，双招三月灵，对战方这把点三的位置能清清主视角，这边的一个状态，那漫天叠的差不多，主战方这边现在是没办法点，真点不进去，对战方倒是还可以试图的再突破一下。
当你这 PK 打到不知道点谁的时候也是很头痛啊。这女儿村现在有纸人对吧，下回合这个小丁峰这个点还有盾，还有最后一回合的盾。又伤害不足对吧，翻页豹子是不是都要自己合？对啊，以前就是豹子流行的时候啊，就豹子相对来说比较流行的时候都是没有人用翻页的，你知道吗？都是没有那种拍力皮授权什么东西的对吧。你豹现在用的很多豹子啊，这种九技能十技能十一技能对吧，这种豹子基本上都十二技能，这种豹子不翻页的那种豹子基本上都是以前175淘汰下来那些资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说那些，而且十二技能相对比较少，十技能九技能对吧，十一技能那种还可以，十二技能还不多，养了这么多年对吧，资质养起来了。豹子现在合的人也少，所以豹子的翻页真的很难找，而且豹子的翻页在一定程度上面价格要比童子的翻页要贵。啊，活血10800，小死亡继续点杀啊！主战方这边也点，一个点女儿，一个点法系。点女儿那边肯定是赚一点了，只不过看那主战法系能不能死。能死的话，对面扫上去，好1900，对面有速度啊，看能不能空切。那点不死对面女儿的话，对战方就舒服了，看能不能点得死。对面大王刚起来，伤害效果是消失的。啊，横扫千军第一刀没贴，这个血量能贴住吗？1700，第二刀再贴2000，可有点贴不住啊。这163不会神了吧？啊，没神。而且这个点杀的契机选择的非常好，主战方这边，你们关的女儿本来是没有灵元的，下回合是40回合，刚好有一点灵元，直接争了对面地府，就是不让对面地府演了。对上地府现在已经是4点灵元了，对吧？要延长出来是很难受的，所以说主战方这边正好是39回合点上，那么下回合观战女儿有声啊，争对面地府，直接争对面地府，对面是不能延的，主战方这边地府倒是有2点灵元可以延长了，孤归。好，争地府。对面借罗汉来扛一扛啊，因为你这时候女儿没办法，只能看到时间延了啊。175的什么时候开始？4:45啊，说过了，4:45啊，兄弟们。我打这边吧，好吧，省得一会儿老师问，我都说了200多遍了。打这边吧，好，打这边你们自己看吧。天元4:45开始啊，现在已经4点钟了，还有40几分钟，对吧？这个 PK 看完嘛，也接近差不多了。感谢 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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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啊送的办卡，感谢你的支持，感谢。我们力皮在清神把对面双招一清，对面双珠全部是踩轮子啊。法师死了，主战方这边下位可以起来。打明秀，对，紫禁城打明秀加西栅，明秀加西栅。冲吧，点吧，对面，我感觉哦，你这个时候不点哦，太难了，点。这时候主战方面女儿不知道有没有愤怒啊。啊，平停阿诺封印对面没有中，啊中了，不让对面用特技，对面起防御圈了，有点怂，怂个毛，防点，舔无魂，苍白，你这硬扛不是办法，啊，果然主战方这边是点了，四刀没贴有点晕，法师起来还有一把绝杀啊，无相有一把绝杀。炽火吧，他没有无相，应该是 CD 的啊。刚刚点女儿，他应该有无相吧？看一下啊，不一定有。而且有罗汉，这回合打不了多少血法系，炽火都不一定死。我说实话，无相有机会，炽火不一定死。炽火伤害太低了。我操！
车水马龙，这个看看这边，这边有啊，啊，这边有字啊，看字，看直播，看字啊，有字。天元对吧？这不敢换吧？我觉得也不一定敢换，因为有罗汉嘛，对吧？有罗汉，你这换了是不太合适嘛？而且对面只能换女儿，换一个嘛。风和尚没有中，强风的博血七千，观战也活了，法师活满，小死反点大唐。蛇卵可以喂啊，抓了一把，血量够少，看蛇卵有没有喂。对战方已经疯狂点杀了，断穷巨剑5400，对面法师要砸，不砸不一定死啊。嗜血之气没有防蛇卵，没喂五龙，女人没有灵元了，这个时候被点死，女人没有灵元，可能五龙没有了，可能用完了，可能说不定用完了啊，这蛇卵喂一个就好了。你这样死了之后，对面地府延长过来是有点难受的，他地府5点灵元了，可以逆，可以逆，逆境是可以逆的，逆境怎么逆？就三个单位，其实也不好逆，对吧？没有高速重在是不好逆的。对面没有风系，你女儿喂一个，化身喂一个，地府喂一个，是吧？那岩是铁岩的，女儿可能无魂对面，无魂对面地府，清心咒，念出来，整八回。那观战也直接延掉了，那对面女儿也要得延，对吧？对面女儿延到了5回合。这样一来，主战方这边大行倒地的这个大行这个点太关键了。大行倒地的话，他的确现在已经没办法怎么再进攻了，不好进攻啊。打榜啊，兄弟们，打榜了吗？啊，兄弟们有没有打榜啊？打榜没有打，打一下榜。昨天都打全民，没跟你们要打榜，今天应该有吧？啊，帮我打榜，打榜点一下发财，好吧，兄弟们，点一个打榜就发财，好吧？点点打榜能发财，你这对不对？前两天有哥们跟我说，对吧？谈成了一笔生意，对吧？给我走了两个火箭，说前两天就是因为老是给你打榜啊，谈成了一笔生意，赚了几十万啊，过来刷两个火箭。打榜真能发财啊！哼，打一打，好啊，兄弟们，打一打啊！又不花钱，对吧？支持一下，好吧？右上角，对吧？手机用户点击排行啊，帮忙打一打。打榜发财，身体健康，好吧？那么 OK， 我们再回来啊，主战方这边现在双蛇成型啊，扫蛇青蛇的，因为你大行被牵制的咒物，人物单位能确保不死，扫蛇青蛇也是没毛病。绿，运的，这绿搞什么？C 卷的充好了，你不让刷，刷没事啊，对我也不控，你也别控制，你可以刷。这没事了，刷礼物啊！你是87的吗？我不是87的，就感觉很少蛇要绿，你知道吗？欢迎跳舞兄弟啊！小学生不能刷礼物啊！小学生对吧？放暑假了，但是不能刷礼物啊！放暑假可以玩游戏，但是不能刷礼物啊！好，缠珠啊，直接推掉，回满4388。好，小死点，因为大王血量有点残，刚被疯狂反震了几下，扫过，无相珠路，我觉得差不多能死，差不多能死啊，差不多能死，血量还是看得比较准。偷霸钱给树刷礼物，那不行啊。可惜我不是小学生，那不是小学生刷点啊，对不对？整点啊，哼，
稍微整一点。现在打榜不是没用了吗？有用啊，只不过那人气之星好像取消了，以前有那个抢红包的，人气之星每个礼拜可以抢红包，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以前是有红包的，现在增加热度，以前是有抢红包的，这红包现在不发了，传音红包现在不发了，以前是有的，现在不搞了，省钱了，他现在钱要帮助那些失足少女那些技师。嗯，也行吧，好吧，哼，不要过度消费，不要过度消费，好吧，能帮助一下的尽量帮助一下。好，对面蛇都出的差不多了，开始招小孩了。大堂还有延长，下回合对面必须得赢了，要不然主战方这边女儿村有哦，对面女儿起来了，那我不说，女儿起来了倒还好，出宠啊，起来出宠。哇靠，这 PK 恐怖好吗兄弟们，恐怖至极，这 PK 对面蛇是神的真的多，不是对吧，对面蛇是神的真的多，黄神神出了一片天际，四五条了，啊，起来直接喝酒，这回合他都不一定会放啊，我觉得放了罗汉金钟扛你双蛇，地府要演了，对面啊，对面地府肯定是要演，还有两点零元没演呢，对吧，虚拟真言大行死，两只冲刺了，这哥们儿400活血活女儿啊，我操你这把，你这把活大堂我是没看懂，你肯定活女儿啊，我这把活大堂活到了女儿身上，晕死了，女儿还得浪费一个酒，这时候女儿不好起啊，虚弥成型守你，有藏神不一定守得住，虚弥劈到一只虚弥身上还行，三前的虚弥还是血挺多的，要出结果了，这 PK 大堂起不来，现在观战这边大堂起不来，大堂现在又有零元了，对面狂野了，啊！缠珠再推，1793，最后一个小四寒啊！啊，双拉，哎，这把双拉你不怕法系秒吗，哥们？啊，法系有轻轻啊，可以，可以，行，这把很秀。法系每秒出了蛇胚，对战方虚。观战虚弥手力劈在轻，这只不是虚弥啊，爷爷，好，顶了个大金啊，1745分，自己看看那个对话框，久了久了，女儿肯定又是久了，大郎可能平砍，女儿是包酒，五号换了，三号劈三号嘛，对不对？好，又是九，轻轻活血，上线回来还可以吧？紫禁城明秀园谁强？我怎么知道？
他P的一号嘛，但是忘记哪只续命P的一号直接换了，活血活血活血，金青活血，孩子顶大，孩子有大可以顶给女儿村，有罗汉金青活血点杀也可以点。P 的五号换了，有这可能性啊，有这可能性。然后相思寒声给女儿，那么关对面肯定是要延长了啊。少离，知道你会打针，化身舔了，化身舔了是吧？我操，这把化身舔了什么概念？仙力激发不要命了吗？喂，半天，震死，切！哎，对战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打？我看看不懂，他六回合小死呢。哦，本来这个针打上去不能延了，对，四十延了二。须弥清掉，现在主战分宝宝是比较多的啊，无所谓，除了大航这个宝宝被清掉几个，别的单位点的宝宝就没问题。我觉得啊，对战方是先清清就好了，小死亡也不会中，就先清清就好了。公会赛啊，今天不打全民，今天不打全民，今天解除公会赛。好，再延啊，那现在延长的话也只能延到大行了，观战也延了。对面这个方泽别舔也是六回合，主战方这边大行七回合，继续换双招。对战方没蛇啊，主战方双蛇身形，宝宝虽然被清掉一波，但是大航宝宝还在，他还可以喝酒，还有酒类癫狂。是那回他轻轻就赚很多，你知道吗？尽管不能延长，但是我有节奏了呀，对不对？我两个单位不会死，轻轻我两个单位不会死，还打了一针，也是延了，你自己也被死了，也被延了。好，没喝酒，出了宠。这和尚这回要被控，我跟你们说，这个和尚这回要被控。好，再真真大地府不让言啊，和尚被控了，和尚铁被控啊，摄魂顶蛇青小死挂没中啊，还行，削弱了没中。海破保护秦三叠，女儿必死。如果没有小死倒地的话还可以，和尚这回合是一定要被封一封啊！哇操，这善恶凶啊，这女儿的善恶，七千多 PK 停，打到后期还挺有小花招的，对吧？字好小，那你也得看你用什么看的，对吧？有的人看用投屏的，你们看直播一般用什么？兄弟们啊，你们看直播一般用手机还是用电脑还是用电视机啊？用眼睛，我知道，这不扯淡吗？用眼睛，你跟我说用眼睛，我操！投屏，有人用投屏的，投屏看起来比较舒服，大嘛，对不对？小灵通，用手机。
那女儿酒泪癫狂也没了啊，起来了。那 PK 不好说啊，现在主战方这边也不算特别有优势。嗯，只不过蛇也被清掉了，女儿起盾了啊，女儿酒没带特别多，酒没有带特别多，喝完了。有酒是必喝的，能回血，能确保和尚不被封中，对吧？一波高盾气宝宝，主战方面宝宝用的绝对挺好的，159的，嗯，对。他宝宝用的是挺强的，他宝宝还可以。开半卡晚饭好吧，兄弟们，开半卡晚饭啊，4:45天元开始，咱们整个成半卡晚饭啥，晚个饭。顺便打榜，顺便打榜。半卡晚饭100人，好吧，100人吃晚饭，一个人也够了啊。小死点女儿这把中，但女儿血量上，她太堵了这把。无魂的化身，求的化身舔了之后才行。你不舔的话，这把点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大家可以看到，1259。就是175基本上很多辅助开始更新了那个灵石法防灵石，但是159属性不够啊，所以说用法防灵石的话可能收益不是特别大。你看这边化身明显这个属性不是法防的，法防位，对吧？对面女拔木群秒过来3900还是3600，肯定不是法防属性灵石，因为这还差一点，159跟175还差一点。感谢 S0， 感谢68V5啊，感谢兄弟们送的半卡。159没地听，其实法防灵石啊不一定是地听，防虚弥也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唐女拔国标，大唐女拔国标的话中 PK 清场一定是靠地听的，一定是靠虚弥的。所以用法防灵石，不管你有没有虚弥，有没有地听，地听用的怎么样。感谢你的微笑啊，感谢你的微笑，好美。其实防虚弥也是可以的，六法防之后这个虚弥根本是秒不进来的啊，虚弥这个东西想都别想，秒不进来。好，直接缠住推。那么主战方那边血量也是稳得住的啊，对面活血的话也是起来，大唐可以还阳了，让宝宝都能够成型去清蛇，然后还阳拉起大唐来。主战方这边也没蛇了，消耗一下的话也没蛇了。这女儿的一只蛇善恶很凶啊，主战大唐终于也可以吃，终于也可以吃。下回合还有零元，双方大王现在都起来了啊！水运动影控地符防小死，再换虚弥，活血活歪，活到了宝宝身上不亏啊！这宝宝能残血，仙人指路啊！开掉主战方这边的一个法器，七大攻得进去吗？善恶真的很猛，这善恶我操，东方印剑如何？很强。明秀元加西大的硬件跟紫禁城相比的话差距并不是特别大，紫禁城可能稍微好点，稍微好点。谁指挥啊？紫禁城是二狗，明秀元跟西大的组合是风狼跟东方，双指挥打单指挥体系。三物赢了，三物肯定赢了，三物对面无热没切，剑斩偷化身3.0元，一个三一个四啊，一个三点一个4.0，这打到最后快了，就是结束打到4:30，这 PK 就结束了。第三硬件是哪些服务器？之前是姑苏啊，第三硬件之前是姑苏，现在也是姑苏。等姑苏8月份打完就不一定了，姑苏城8月份打完，这个老板可能要走啊。好，小死点法系，
对面应该建厂的，正好是三点零元啊，正好三点零元，顶八千四直接攒死，没有触发幺六三。好，仙人指路啊，再开这还是仙人剑用掉啊，秦三连跌到宝身上也很赚，两千七，上也跟了，把小死亡开掉。须弥千五，这须弥猫灵很凶。大唐换了一只宠，可能是神马，这小小城很多神马。现在怎么搞啊？关战这边不好搞啊，法系死了四回合，对面地府有一点零元可以延，你说打针吧，你女儿针吧可以啊，可以针，其实跟针也可以针，但怕对面被对面女儿，哦，我怕对对面女儿也有针，怕对面控啊，对面果然控啊，还是要去延你。这 PK 啊，不对，为什么针了地府啊？啊，这地府什么意思？防小死吗？两个单位点小死，那小死到哪去啊？赢了，赢了，赢了六回合。盖罗汉，六回合的话还有五分钟。我操！那就是说，观战要赢的话，到后期一定要点死人啊！啊，震死了，这大唐压制住。你得一定得点死人，你不点死人的话。教授王这个法系点到后期不一定起得来，啊，到后期不一定起得来。猫灵神了，好，再拉拉糖。这猫灵要守势啊，啊，没点的秒。还有五回合，时间不多了，还有四分钟啊，最后结束了，幺七五的四十五分开始。办卡送送兄弟们，榜打一打好吗？啊，兄弟们，办卡送送榜打一打，还差了不多了，就都差了回归第五吧，咱们也到可以到第五去了，该差不多回第五去了，对吧？差不多该回第五去了，老是不要打榜得回一下，好吧？送办卡拉榜，平砍，扫。要一定要造成尸体，你不造成尸体不行啊！关在那边，现在魔镜加上说伤害空切啊，空切王啊，后期的大唐伤害非常高。因为四点半就我又去了，四点半就判了。要么六十五回合，要么打到四点半。然后先到四点半的话，就是按九十分钟算；那么先到六十五回合的话，就按决胜时刻算。这样一来，其实还好，对战方是没有小死亡的。观战方这边的法系还有两点，两还有两回合，可以了。鱼岛不是打珍宝吗？对啊，鱼岛打珍宝。那我们一会儿要播的是自行车打明秀那场。鱼岛打珍宝挺难的，说实话，挺难打，不好打。感谢 AC 米兰啊，感谢你送出的办卡，感谢啊，参与咱们的晚餐抽奖啊，100元的晚餐。笑里女妖真提前笑啊。对面拉起来，把大唐上限给回满了线啊！拉了一只宠，再喝个鸟。我对面可能要赢啊，这把啊，就看怎么说了。因为主战方如果一直压制对面物理系的话，也很难受。P 两千没 P 飞，还有一只不清蛇了，这里会宝蛇，还神吗？没神了，飞了。那主战他妈再死人的话就不好搞了，死两个就 hold 不住。这回合结束吸收，28
现在是28分，还得28分的话，还有得有4个回合，估计接近3回合吧，应该是3回合。观战法师可以起来了，马上，下回可以起。好，莲雾青布封印女人没有中，无字金点杀大行，化身憋了一碗金青，打金刚，小死，看哪边速度快。小死双中魔镜，观战没了，对面快，观战一定就没了，毕竟咬的那套嗜血之击砸出来，主战方面再倒一个。那么对战方大唐没死，观战方这边倒地，观战方大唐啊没有给剑斩，你知道吗？这把如果剑斩的话，对面死你死其实还能追，对吧？大家死一个还有追。4.0元没给剑斩，给了把扫，应该是没空切吧，被砸死的是吧。啊，互动锁定了啊。啊，已经30分了，应该结束了，马上结束。中期其实主战方那边是拿了速度，中期是拿了速度。看一下啊，准备要结束了。小主战方那边现在死个死倒地个单位，对战方没有单位倒地。61回合，对面敌斧毒把血量全部拉满，不给你点杀的机会。啊，命谱直接延大唐，你延没有用啊，还不如给摄魂呢。说实话，大唐满血，你是怎么死啊？有战神宝典，无相力，小死亡直接开掉了。好，无相诛戮，弹甲，没死，血很多对面。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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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无相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你的点杀还是要靠无相的，因为现在你大唐倒地了之后，你女拔木这个门派如果没有上线的话，血祭其实弹甲都不会死，无相还有一定的爆发能力，因为有尸体单位在嘛。啊，换须弥900啊，金青诀。火满，小死直接挂大狼扫过来了，摄魂。1800、1100弹甲，能死吗？死不了吧？感觉不能砸，但不能砸好像。兵败如山倒了，这没办法，双杀了李治。两边如果小死亡都死的话，其实就还好，对吧？差很多啊。